刚才看到熟悉的人，啊，不过我嘛无啥确定。你叫我一声妈吼，我会应你一世人。你唔通过阮爷会耽误一世人啊。啊，拄则行开口迄个物件，你敢有什么都熟悉？我甲恁爸吼，拢希望讲你应该也会放下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叶少将军还未跟你离婚之前就熟悉先，咱假使一点，讲离婚的出轨，我叶少将的世界，因为这件代志，归用爸。啊！你来厝里干？你雄雄公公啊！我刚才看到熟悉的人，阿公我嘛无啥确定。什么人让你这么紧张？这杯奶茶是你朋友给你倒的，而且跟是你高兴的男朋友，你跟他出来了这样。你有没搞？规气跟我说的参加你的慈善派对啊！而且哦，你跟阮爸是外贴的，伊看到你哦，应该就欢喜。虽然讲我甲业界关系已经有改善，但过也是有淡薄内忧啊。阿伯，阿伯，你完了不？阿伯，阮厝的时阵来啊，都多谢你啊。你家己爱较注意的哦。阿拄则行开口迄个门啊，你敢有感觉都熟悉？今日吴志刚，杨兄那是愈侪，我甲少强就赶紧结婚，安尼好不？这对高粱女笑到有安尼欢喜，咱着爱回，哭到有安尼凄惨。阿辉可是我想要了解，即卖若是吐化爷计划，伊会搁较生气啊！我想办法阻止伊，让伊以现行甲风压起来。我收，恁两个我收。金鱼收到啊，够唔欢喜啊？我叫你不回，这下收到这水就是抓了，会是上波好像，啊是水源过性的。